腾讯、看点招聘及搜狗合并均正常进行。9月22日，据界面新闻报道称，腾讯或将于本周正式宣布合并，其中腾讯看点将吸收绝大部分搜狗业务和员工，合并之后搜狗大部分业务及产品将被关停，整合进腾讯看点。同时目前腾讯看点、搜狗的招聘工作已经暂停。对此腾讯回应称，看点的招聘以及与搜狗团队的合并都在正常进行。